我今天加班，刚下班，正准备回家呢。那你快回去休息吧。我在等你分我。你的邮件我收到了，等到最近改行了，福尔摩斯附身了。这就是你说的加班？是谁说的？加班就必须坐在电脑前，坐稳爱情报告。维护资源人脉、社交，这都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。但是我没骗你。我每天干了什么，见了什么人，都要事无巨细的向你报告吗？就算不是加班，我难道喝一杯的权利都没有了吗？难道你就像我妈一样什么都管？我们中间隔着6个小时的时差，每次都要掐着点才能说上几句话。 你这也不说，那也不说，那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我真的没有力气跟你吵架。然后呢，这个可以接个鸡腿，然后干点烧鸡。 走两步之后就可以把它放，把它放，就可以 solo 了。对，用 solo 到，请看大家，请看大家。 特别好，特别是。你是不是在忙啊？没什么要紧的事。刚下班就准备回家呢。这么辛苦，那你跟客户去休息。明天我能休息，我们打视频。 错了，我觉得你没关系，报告。